没人要的烂柿子，上面都长毛了。对，三碗金丢山洞做果醋，独特酸味比老酒更值钱。好产品，价格不是问题。流动水箱恒温定时，调水温不能低了15度。冬眠鲶鱼睡醒上桌还能活跳跳。它的发展的快就快在这里。五碗米饭埋地下，这是咱们的米。65度高温米暖炉，冬天养活白猪，回收利用再生蘑菇，已经必要贵到1到2块钱。未来娱乐台，前进人民币，独家播映。